运气好的话也能钓到这种胆碰到。一重一重不大的。对的。哦，还可以有个四斤嘛。嗯。几斤？四斤。四斤啊。好，第一尾啊，抽了几下米诺，终于。不是太大这条。然后。哦，海龙。哦，米诺。要洗身，哦，先烙在鱼身了，然后的话调整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它，然后要洗身。海鸥，明珠湖的海鸥不是太大，但是也还可以。好了，好的，展示一下。好，把它放流，然后的话这是第一尾，抽停了一下，然后就中鱼，在放水的时候，然后涨潮，它这边有流水，然后它回来进食，觉得应该还能钓获更大的。好，把它放流。哦，拜拜，走吧。啊，我现在用那个铅笔，看看抽抽看，能不能抽到？哦，中鱼，好的，下去就中鱼哦，海鸥，哦，喜在，下去就中鱼，中第二条，好，刹车力把它调整一下，打穿应该是打穿了，跑不了了。海鸥，明珠湖的海鸥，哦，可能又要洗上了，哦，来了，哦，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还可以，哦，力气是非常大，刚才一路洗再洗过来，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哦，还可以，大概，哦，啊，一个钩子打到了，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明珠湖的大海鸥，哦，好，哦，顶起了，哦。哦哦哦哦哦，下去以后刚才抽动了几下，通一个接口。好的，把它顶起来，还可以。哦哦哦，哎，好，我要把它溜翻，应该在一个回合应该把它拿下。啊，好的。两个钩子都扎住了，跑不了了，应该。啊，哦，力气是真大，啊，好的，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好的，拿空鱼去把它控上来。这条还可以，比刚才那条稍稍大一些。好的 ，OK， 好。给大家展示一下哦，铅笔中了一位，哦，他把我的饵甩掉了，啊，展示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比刚才那条稍稍大一些，海鸥，明珠湖的，非常漂亮的一位，啊，哦，把它空鱼去拿下来好，啊。非常漂亮，啊，哦，哦，还可以这条鱼，哦，哦，啊，
行，看大家的气力气非常强悍。好，把它放流，拜拜，是吧？大海龙，好，走吧。有口哦，终于，好的，调整好细力，在这个角落。有终于一位，看一下是海龙吗？哦，还要出现啊！哦，用米诺蹬了一口，哦，好哦，海龙，还不错，哇！啊！好的。要洗塞了，大概哦，哇，有点大哦。米诺抽停啊啊！像这种海螺的话，一定要钩子非常强悍哦。大家看一下杆子哦。钩子强悍，只要扎穿，基本上跑不了。哦，好哦，两个钩子，然后啊，钩子钩的非常少。哦，看一下，不能猛拉，因为钩的不是非常深。啊，好的。用空圆去控上，个体不是非常大，跟刚才几位差不多。哦，他又在甩，展示一下啊！好，用米诺抽停，那就终于了。先把钩子去掉，这样的话我会安全一些。好的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把这个，哦，海鹿，好的，把它放流吧，哦，好，放流，走吧，非常漂亮，走吧。好，终于，好，终于干预，哦，干预，哦，是，不是干预，好像是跳。海鹿，哦，海鹿，不是干鱼，哦，洗菜，哦，是条海鹿，空鱼器，啊，外面有干鱼，哎呀，也有海鹿，好，哦，又是一个洗菜。海鹿，我以为是条杆鱼，然后的话这边也有海鹿，把钩子去掉，海鹿，岸边我刚才把船停掉了，因为这个出水口，它这个鱼会惊到，所以说。
我按掉现在。好，放掉。好，继续，有很多沙水，我要钓到干鱼。好，走吧。好，去吧。哦，终于干鱼，好的，终于，哦，下去，哦，再杀它一下，让它三本钩大穿大穿，不大，小干鱼，好，好，不是很大。哦，空鱼线，空上来。啊，小干鱼。好，嗯，好，好的。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然后一个系孔，终于不是太大。啊，把钩子取掉。干鱼，嗯，空鱼拿掉，小干鱼，好，把它放了吧，继续。